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同，就算生活千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灵中。你好 ，But then how are you looking at the other day？ 语言透过音频成为沟通同表达思想嘅工具，亦系历史文化嘅载体。粤语，香港人惯称为广东话，系香港嘅本土语言，用嚟传递信息，格外传神。你皮肤白雪雪滑嘟嘟。粤语传承住不断演变的本土文化，展现出强烈的生命力。日日都见到啲新嘅未经过啲嘢啦，咁样。近年，当粤语嘅地位受到动摇，有一对洋人竟然走出嚟著书立说，捍卫我哋嘅本土语言。是香港人但不讲广东话，是不是还是香港人呢？上车时请小心月台与车厢间的空隙，上车的时候请小心月台与车厢之间的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And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in levels between the platform and the train. 有三座古堰咧，普通話、本地話、英文，係。不過咧，美國冇啊。因為我好中意睇呢個報紙咧，因為佢係用本地話寫嘢啦，同埋又會有啲，譬如話有啲中文字咧，本地話嘅中文字咧，所以我覺得好有意思嘅。今個寫字樓咧，好似係呢個2414。今年70歲嘅美籍語言學教授包瑞信，早喺40年前嚟香港做博士論文嘅研究工作。論文嘅主題係香港粵音變異。我70年代去香港學講粵語嗰陣時咧，老師會話你哋。普通人話你哋係咪？同埋老師話過海，普通人話過海，咁我就聽有啲分別咧。點解咧？我想多啲了解呢啲嘢咧，所以咧就研究懶音。1997年，包瑞信嚟到香港定居，佢對中國文化特別有興趣。你睇呢啲中國。傳統的大碟都是澳門買的，拎回來的，很漂亮的，覺得。是 turn，OK。其實我對語言的東西很有興趣，所以我覺得這個好像是一個腦的練習 ，brain exercise。其實這個好好玩啊，日日都會做。包瑞信天生对语言非常敏感，总共学了10多种语言。他早在22、23岁就开始学习中文。我读大学的时候咧，有个老师话你应该学一种冇人学过语言，譬如中文。喺 Berkeley 学普通话，不过咧喺三文士同人嗌嗰阵时咧，嗰度咧多数人都系讲粤语，咁就觉得。呢種中文同普通話差別好大，點解啊？所以我想多了解呢啲差別啊。咁我英文名叫 Stephen Matthews， 但係太太幫我改咗名，就係馬思凡。李白咪有首詩啊，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佢嗰陣時自己一個人孤零零嚟到香港啦，咪就係好似
首詩入邊嘅孤帆咯。覺得呢個名字應該佢都會好中意噶，你話係咪啊？係。嚟自英國嘅馬思凡住喺香港已經27年，當年因為追太太練得一口流利嘅粵語。喺代五代同堂，五代同堂系啊，而家系读到居啊！如果你讲香车尾啊，就唔啱。包系富贵，桃花今年要特别靓。跟住我有个 wedding reception 啦，喺天正码头嗰度结婚，系梁祝咯。佢识咗我之后，佢就好努力咁样去学广东话啦、中文啦、我哋嘅文化啦。所以呢個係都好感動我啦。咁除咗我同我家人啦，我父母啊，我嘅兄弟姊妹啊，都覺得佢好想融入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圈子啦。佢仲好努力咁樣學潮州話嘅。阿 Steve 佢話佢而家正諗研究潮州話，原來都。你冇出一本係潮州詩，做節就做米呢啲啊，好好食，荷葉豆啊，嗯，哦，荷葉豆噶。學習語言除咗透過日常生活，仲可以利用工具書。15年前，包瑞信一個美國朋友想學粵語，叫佢推薦一本粵英詞典。我同佢講就冇啊。買唔到，佢話：Well， 如果係咁嘅話咧，點解你自己唔做嘅？所以咧，2003年咧，我自己就開始做呢個詞典咧。咽口快，咽緊，嘟嘴，媽咪飛沙嚼奶東大管年。如果佢同普通話嘅用法標準中文係完全一樣嘅話咧，我唔收佢。不過咧，如果佢淨係喺粵語用嘅，咁我會收。花咗14年嘅光陰，包瑞信終於獨立整理出15000多条字詞。今年2月仲推出粵英詞典網上版，為粵語研究領域填補咗空白嘅一角。都會 double check、triple check， 希望佢係好正確嘅、好可靠嘅，就係反映香港人點講粵語咧。睇下先，好似你年28西邋遢、碌柚葉係一個詞語咧 ，refers to a superstitious belief of people in southern China. The 28th day of the last lunar month is the time to use brew made of pomelo leaf to wash away bad luck. 係咪咁啊？唉，人只茶煲。你话咩茶煲啊？麻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茶煲里面系茶煲。学习语言除咗要有足够嘅词汇，仲要识语法。睇港产片成为咗马思凡学习粤语语法嘅捷径。嗰陣時就問題係冇乜書嘅，所以盡量好自然咁樣學噶，聽一啲對話或者睇戲就睇住 subtitle 就學到咯。嗱，你個小泥公仔啊，整起嚟攞去啦！你話咁細路啦，你冇咁細路對我哋嚟講係好好特別啦。講英文你唔可以攞個名詞。马思凡同太太都是语言学者，早在20多年前，两夫妇利用他们不同的母语合力出了本广东话语法，将香港本土粤语推向英语世界。你本书的节期力极有限，油渣鬼热辣辣香喷喷徐卜卜。我啲寫嗰陣時咧，有個學生問就話：乜廣東話有語法嘅咩？
但係我哋讀過語言學嘅，就覺得每種語言，無論係語言定係方言，都有自己嘅語法嘅。我認識咗一個唔識講廣東話嘅，佢猛咁問我點解廣東話又講吉啦，一間又講咯啱嘛？咁點解要咁多呢啲句尾詞啊？我哋唔可以低估咗廣東話好多好細微、好重要嘅一啲語法上邊嘅特點啊！我哋做學生嗰陣時，平時就會一齊彈下琴啊。咁我彈咧，佢就會拉小提琴咯。咁其中一首我哋成日都會合奏嘅就係《梁祝》啦。譬如呢首一定要有鋼琴同埋小提琴一齊合奏，先至會有嗰種效果噶嘛。咁我哋好多合作都係基本上都係咁嘅模式咯。無論是學術研究和音樂，我那個道理都是一樣。這些不是中文，是不是中文就行了。本來我唔知道有啲乜嘢，所以就嚟睇下，原來有咁多嘢咧。雞仔俾你講。哇！呢個雞蛋俾你講。不過咧，我係諗緊雞蛋仔點翻譯英文，可以描寫佢有蛋糕嘅味道，不過咧比較特別啲啦，好脆咁樣。小籠包啦，少買啦。蘿蔔糕咧，通常係過年先食。最受歡迎就係蛋撻啦。粵語就好似一條鎖匙，令兩位外籍教授毫無阻隔咁接觸香港最地道嘅一面。嘢啦，意大利、法國嘅紅酒，所以有啲嘢唔一定係舊嘅，可能係新嘅。椰冷喺邊度嚟嘅？呢種講法都係做人哋啲執笠啊、清盤嗰啲貨咯。其實主要可能不過有啲嘢係新嘅，係咪？格仔朝早佢哋係想租出啲格仔俾人，有個細啲嘅盒，有人擺佢想賣嘅嘢。頭先格仔餅。格仔鋪同埋格仔片都有。呢度平寧靜啦，又平又靚。第一次就係買咗$10五條褲，咁啊婆婆好驚喜高興咁樣，覺得我夠慳。炒生糯米飯。本來會唔會有啲蛇喺度？不過都幾貴嘅。哇，其實有啲蛇肉啊，五種唔同嘅蛇係咪？係啊，係有五種啊。有冇寫出嚟？有冇啊？有眼。佢問你有幾種蛇？補血。六種，呢度全部有齊，有多咗種海蛇呢度嘅，出邊咧就呢五種。飯餐頭金腳大過書用三索線白花蛇，好嘥時間啊！可以咁講啊，因為就好多嘢啦，要搞清楚先得嘅。以前就驚人哋會怪咗佢，佢咁得意嘅睇佢。馬思凡同太太係語言學者，平時喺屋企佢哋會用兩文三語同仔女溝通。多啲同阿媽咪、哥哥講中文，爹哋講英文。我諗我已經 I'm used to that。香港啲朋友喺美國咧，咁我哋就會用 Chinese， 因為第啲人都唔識聽，咁我哋可以講咩都得嘅。It's like our own secret language。就東就中意識英，潮州話點講？潮州話就係
一家團圓啊，食煙啊。識講中文係 part of my identity。我喺美國一聽到人哋講中文咧，我會諗翻屋企啊。家見啦 ，like South people， 英國冇英文冇呢個。包瑞信已經退休，對本地學生嚟講，由一位外籍教授教粵語嘅歷史同結構，係一個幾特別嘅經驗。我哋香港人，因為呢啲係本地話，係咪？退飯係啦 ，canteen 嗰啲，係啦，嗰啲好唔靚嘅，好唔好食嘅。阿教授最令我深刻就是他誒，好似好本土化個人係，即係譬如佢上堂係成日會同你討論一啲好你日常生活會接觸到嘅嘢，即係初初好似由一個好似由一個外國人教你粵語，咁後屘啊發現原來呢個外國人識嘅嘢好似仲多過自己，咁嗰下你就覺得係會有啲慚愧，咦？點解好多嘢我自己原來唔識嘅咧咁樣？其實佢本身都是一個幾受學生歡迎的 supervisor 嚟嘅。二，就算是一個非本地人，佢都開始嘗試係做呢一件事的時候，即係作為一個本地人，即係香港人啦，更加責無旁貸，去令多啲人知道有關廣東話語言學的一面。有冇啲吞拿三文治？有，有咩啊？檸檬水，熱嘅檸檬水。你有檸檬水？係。你咧？呢個士多吞魚熱咖啡。其實咧，我發現咧，粵語就是食物方面咧，有好多啲英文嘅借鑑咧。譬如我哋曬多士咧，曬咧其實呢個係法蘭西多士咧，就係英文嘅 toast。所以咧，其實咧一個菜單好有意思嘅，好多嘢可以研究嘅。兩位已經本土化嘅外籍教授呢日一碰面，講嘅嘢都離唔開同粵語有關嘅話題。又話日日都學新嘅字，又點樣的意嘅字又學過。好有意思嘅詞語咧，就係雞行。雞行係啦，邊度嚟㗎？其實呢個係粵語嘅字，味成母，英文可以翻譯成 pullet。哦，係一種比較年輕嘅雞。嗯，咁我見親阿鮑教授都會學到啲新嘅字啦。近年嚟，兩位最深研究粵語超過20年的語言學者都不約而同觀察到粵語被邊緣化的跡象。哇 ，OK 啊，好似廣州嗰度啦，粵語推步咗，講粵語嘅人越嚟越少，淨係香港係有多數人都係講粵語咧。間中有人問我粵語將來會係點，會唔會？會係點？當時做訪問就發覺四分三的受訪者已經覺得廣東話是受威脅的。其實咧，語言都有絕種呢個現象嘅。如果細路仔唔學講語言嘅話咧，呢個好似係第一步開始變成絕種語言啦。如果淨係年紀好大嘅人識講，咁就冇幾耐咧就冇咗啦。香港同大陸嘅同化係咪越嚟越同化嘅，所以咧就係方言喺內地咧就冇乜地位咧，所以咧或者就係香港都會係一樣嘅。粵語喺香港身份嘅一個好大嘅部分，香港文化好大部分係靠曬廣東話，譬如嗰啲歌咧，廣東歌係你唔唱廣東話就唔 make sense 嘅，你可以話。
大部分細路仔都係講緊粵語，但係有一部分唔係，個數目就一路大嘅。尤其是啲學校用緊普教中嘅方法，就變咗學校用少咗好多廣東話，甚至有啲學校話唔準用廣東話添。呢段時間之內就我哋冇唔係。exactly 諗住保護廣東話，到依個位置就開始見到語言轉變，開始覺得有呢個責任啦，就係 contribute to preserving Cantonese。依家喺香港嘅粵語係都好敏感啊，政治敏感嘅。普通話好像是一個挑戰，所以有些人很害怕粵語會退步，是不是就是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可以支持他，雖然有這個挑戰，不過或者這個是好的東西。Thank you.